小梅吧，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？急死我了！不用担心，我们已经到达领事馆了。你那儿怎么样？小梅，你都到了吗？都到了，放心吧啊！我问你情况，小梅啊，何领事找你。邓梅啊，我是何清流，你那边怎么安排的？何领事您好，政府军会来公司接我们去一个灵山之点，再同意安排撤离。你注意啊，要随时保持联系。我知道，政府军一到，我马上通知。听我指示，注意隐蔽。统领，统领，你们比我更需要。杨队长，感谢你们。